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顺。那今天再来玩 Minecraft 哦。今天要分享这一个就是养牛的农场哦。那你可以不定时的可以增加到那些就是牛排啊，还有皮革。那今天所需要的材料有一些玻璃、告示牌、漏斗、厨箱一个、一些石头或其他方块、按钮、种机器。红石、粘性活塞、灵魂沙两个最少，然后岩浆桶啊、水桶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吧。首先把这个厨箱摆着，一个小小的这个了哦。然后这边打掉，放漏斗。对准漏斗，对准那个厨箱，然后按 Shift， OK， 这样子就可以咯。接着灵魂沙放在上面，按 Shift 哦，不要忘记哦。接着石头，放这样，好，然后这边放这里， OK， 这暂时空着，不用急，空着哈。接着放玻璃。玻璃在尾端这里，OK， 然后那个方块围着它，这边，还有这边 ，OK， 像这样，接着来放个玻璃在前面，用泥土做界眉 ，OK， 然后再打掉啊，就借泥土一下，然后要垫上去，哦，放上去 ，OK。接着要垫高它咯，这里放这样子，然后这边还有这边就放前面啊，前面展示这里要放玻璃，那又比较容易看得清楚里面的内部哦。后面能放玻璃吗？可以啦，你整个放玻璃也是可以。好，那接着要放告示牌咯，告示牌放这边。灵魂沙就是靠近这个厨箱这边的灵魂沙，第一个放在那边，然后一个放在这个后面这里，就是可以阻挡水，阻挡那个岩浆。接着后面再围一个3×3的空间出来哦。不小心。反正也是要放3×3哦。3×3。OK， 由于这里是冰天雪地地方，那我要顶替一些材料，就是南瓜灯。在放雪的地方一定要有南瓜灯，保持它的那个温度，要不然它会结冰，那这个机器就不能够运作咯。好，接着这个要围起来。要围起来 ，OK， 围起来 ，OK， 对，这里要换成南瓜灯，为了要确保安全，放个暂时的 ，OK， 南瓜灯。放水的地方一定要有南瓜灯。OK， 像这样的感觉哦。接着这里再围多一圈。然后中间放个玻璃。像这样。那这里南瓜灯的地方是成牛。会在这里的地方，那个牛的地方。OK， 好，接着再围多一圈，围高点。我是要用石头了。OK， 用石头围多一圈上来，然后倒桶水在南瓜灯上面倒。OK， 那接着下来就是它水会流到这里，那么就把告示牌
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，这一个方块，没错，这一个方块阻隔它的水流下来。那些牛啊，成年牛啊，它成功的有生小牛的话，就小牛就会留下来，再到这个灵魂沙上面喽。嗯，上面没水，没有啦，阻隔了，我放那个告示牌阻隔掉了，要不然没办法放岩浆啊。等下下面要放岩浆。好，那现在就是放岩浆的时候了。岩浆放在这个，就是。你看到最下面那告示牌吗？灵魂沙那边那告示牌，啊，然后上面那方格，啊，这个要对准一点，那个十字键，这个十字的那个瞄准的心要对准那个告示牌上面的方块，然后到岩浆那里，就在这里，啊，看到吗？有玻璃应该看得到啊，很清楚啊，岩浆，啊，那么小牛留下来过后，它成长的。那就会被烤焦，那就是烤牛排嘛，哦，对，烤牛排来的，那基本上差不多就要完成了。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步骤，就是因为灵魂沙有两格那个宽度，有些人会说，万一那个牛躲在后面，那不被岩浆烧的话就有问题了嘛，不要紧。刚刚有说主要材料还是有一个叫做粘性活塞，那粘性活塞我们来放这，就准备在这里，这后面这个玻璃的地方，看到吗？这玻璃的地方有用处的哦，把粘性活塞放在这里，对准这个后面的暂时性的那个泥土，对准它，然后放上去，然后接着把它，打掉，接着放石头在它的下面 ，OK， 然后按钮放在这里好了，这里下面这个灵魂沙隔壁，然后红石牵到这一二，然后拐个弯出来，再过去，然后红石中继器就对准这一个活塞，这样。然后如果是那个小牛长大的，它躲在这个方块哦，它不过去岩浆那边，你就按这个按钮，它就推下，看到吗？来推，那就过去种岩浆了，变成烤牛排咯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一些牛，把它牵引上去。来吧，我们先跳过这一个步骤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是要把牛的放进去过后，你要让它生小牛，就喂它吃这个小麦哦，这样喂它，吃，我叫你吃，而且生很多小牛下去哦。那为了预防掉落，还是放多一个方块在这里啊，等下掉下去，腰瘦哦，掉下去就腰瘦了。很多小牛看啦，很多小牛，然后可以按这个，可以推下来前面。Hello， 小麦要不要？要啊，长大吧。那这一个。牛的农场就这样完成咯，应该不会太复杂吧，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使用哦，自己做做看，非常简单，不会太过复杂，而且占的空间也不大，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，若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，若要持续追踪我影片动态，请订阅我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拜拜。